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。关爱众生，永不停息。生命电视。接下来，请收看般若讲座。啊，培养细菌。啊，这细菌放在那个老鼠身上，哦，死掉了，哦，这个细菌会死人，有没有？弄出一个新药来，哎，来，要不要吃？啊，你不吃哈，我给你钱试吃，有没有啦？新药是不是这样来的？是不是啦？是。我没有讨厌西医的意思，我们那个干嘛了？妈了，拜找无西医甲看病。我没有讨厌西医的意思，我都尊重，我只是告诉你事实。他的知识来源是这样来的，是 try 来的，是用人的经验解剖啊，解剖没有活人可以让你解剖啊，解剖开来能看到那个死人还有脉在流吗？还有脉画红线、画蓝线，还有橘线。哎，师傅，你是在讲捷运吗？是不是啊？有这个线吗？没有嘛，死人就没有脉了，没有脉就看不到了嘛，解剖你怎么看呢？对不对？活人才能看，而且还有禅定的人才能看。现在医生哪有什么禅定啊？你看我们这些同学，每天看书看到三四点，我都已经无休了。他还我是无睡，他们是无休，是他都没休。我有时候赖三点钟赖，马上两人已读，好恐怖啊！有好多眼睛原来在瞪着我耶！啊，原来才知道啊，我们那个陈玉啊，后天起什么时候要考试啊？还在那里 K 书。你想这么累，你这读医科的这么累，你叫他怎么修禅定啊？每次修禅定的时候，明天考试怎么办？考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怎么禅定下去啊？懂意思吗？这是西医的什么？西医的特色，我们不能说人家的人家的不好，残缺不是，人家特色是这样。偏偏咱们中华民国的医疗主要在西医为主轴。所以你对中医的概念，你对生命的那个超经验概念，你就缺乏，都是用西方的人本经验做基础，特别是18世纪以来所发展出来的科技。18世纪好像也才发展 penicillin 这类的嘛，哎 ，penicillin 是二次世界大战，我是指那细菌，有没有？那个谁啊？那个谁发现出细菌的，然后在第18世纪的样子才发展出细，才看到细菌的，第几世纪才发展出，才看到细菌。从那时候开始，病理学、细菌感染病理学这一类概念才一直在人类当中发生。可是千多年前，东方医术的印度藏医跟汉医都已经知道，活人的不调是疾病的来源。他不去用看一个什么东西。才叫疾病来，那是结果，有细菌也是结果。你说那个细菌会造成疾病，那是因为你的身体的平衡不足，我们现在讲叫做免疫力不足，它才会细菌会搞死人，不然到处都满有细菌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这一类的观念呢，都是以科学人本的经验，人为本，而且是经验性的。下雨地就湿，水往高。从高处往低处流，这是你的经验看到的，没看到你就不认为是。所以佛陀的不可思议，你没看过，从来就是爸爸比儿子还年纪大，这是经验嘛？哪有那个儿子年纪比爸爸大的？哪有这种样子？这真实的经验呢？不是说错了，我说这就是经验呢。但问题是你被你今生的经验所限嘛？这些所谓的世尊所谓的我的弟子，是他久远劫来剃度的，教导的啊？为什么世尊你怎么会久远劫就有能力教导这些呢？你不是今生才成佛吗？他的经验有吗？出伽耶城外，27岁出家，哦，是这样子。那出家之后呢？6年修道，那34岁成道啊，哦，就是这样子。
有时候多一岁多两岁，有今年讲的不太一样，这样而已。反正六年修道了，有说有的是说前后七年了，反正就是这样修道。所以二十几岁出家，三十多岁，三十岁出头成道。那说法四十九年，那就是三十一岁成道的意思。说法四十九年，二六岁出家，有时候二十五岁出家，六年修道，那三十一岁成道。那说法就四十九年，他不是怎么样？是不是这样？这个，入灭啊、哦，是这样。哇，这样讲起来，他们就认为世尊不可能有这样的徒弟。你今生才成佛的呀？你怎么可能有这种徒弟啊？太强了吧！我而且何况，如果是这是你的徒弟，那我们就师兄弟啊，怎么我都不认识，没有一个认识的，也太夸张了吧？他就是这样感觉。但是他说：“哎，师尊呢、啊，我是要相信你的，我知道你一定有秘密，不过您还是说一下吧，不然以后的人一定毁谤。”那无非就说出了阿罗汉们的心声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时候，世尊才会进入到第十六品，说。你当精进诚谛诚信世尊所说，你当精进用心呢、啊、诚信的世尊所说，也就是说从内到外都要真信，你当真发精进诚谛的相信世尊所说，因为很重要，连说三遍。所以这句话因为很重要说三遍，早在佛经里就有了，不是现在才有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佛经上说三遍？哦，你查一下啊，你等下回去翻一下，《无量寿》受量品就是这么讲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好不容易世尊愿意讲了啊，这个我们弥勒菩萨，哎，这个感恩了，那感恩世尊您说的啦，我愿意听。所以一定要记得。当我们进入受量品的，首先要知道放掉我们的经验。那放掉我们经验，当我在讲天台合说的时候，我偶尔还会点到一个事情，那就是说，不思议呢，渐渐的已经在这个人间呢，就被发现有事实为证明，有事实为证明。比如说，人可不可以分身？现在人。我们常常讲世尊会分身，百千亿化身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处处示现成佛，利益众生。好，那么阿弥陀佛，哎，人，我们今天台湾佛教徒也不少，大陆也不少。那这些大家临命中都在念阿弥陀佛，那你说阿弥陀佛要去哪一个人面前呢、啊？他不分身，他要怎么去啊？是不是啊？大家都在念，这意味着什么呀？客户很多，啊，都要去什么拜访客户，释迦佛哎，不，那阿弥陀佛要去接引客户，来到他的什么呢？他的那个极乐世界休闲中心，到那里去修行，修行中心不是休闲，修行中心 club， 好，那么愿意相信阿弥陀佛的啊，都是那个什么俱乐部的一员。那么呢，要上去的时候就要念什么？要至诚恳切，正愿不动，信念弥陀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就会派专车来接你。偶尔你这个客户还怎么样？特别的这个用心，这个念佛的啊，特别这个修行的啊，他还亲自来接。那像法照大师更有意思，他念着念着呢，果然来接了。但是他看到佛，他说佛来接我才去。结果他一看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尊佛什么才拿银台？我不要，等你拿老人家拿金台我才去。哦，我都在上等舱呢，啊，经济舱个歪折呢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啊，像这样子，都是超越经验的，超越经验的。
释迦佛还勉强说有个佛骨、佛牙、佛舍利让你看哦。嘿，来，我问你们，啊，看过阿弥陀佛舍利的举手。我马上请我们陈玉同学带你去精神检查。你买跨罗心哀呀？不可能有嘛？那你要念什么？你凭什么念？你如果没有对超越你的经验、超越人的经验的这样子的佛法信心，我告诉你，你阿弥陀佛你信不下去啊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南传人就是这样逼问你的，很多北传人傻傻的念佛念了一辈子，去遇到南传人，人家一句话就翻盘了，就不信。你看他怎么问？哦，你念阿弥陀佛很好啊，请问阿弥陀佛哪一个朝代的人？你看阿弥陀佛舍利子没有？人家我信释迦佛，释迦佛释迦佛佛骨舍利我们看过，我们真实存在，你那不存在。他就马上跑回来问我了，还一副很震惊的方式问我。我真想把他骂一顿，我说你学了二十几年，念佛念二十几年，人家这种话这么一问，你就傻乎乎的跑来，就信心动摇到快翻本了，快没本了。我讲哦，那阿弥陀佛一念的，我要惊死。台语那句话不能讲，自己去填充题。免讲嘛，净土宗很难弘扬啊，拄到恁这班呢，专门做孩啊，反宣传。懂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太重要了，超越人本经验是整部《法华经》里头的核心，所以它为什么是方便品？为什么是四要品？为什么在方便品之后讲修行的安乐品之外，它这一品要这么的重要？因为这个信不入，无量不思议、超越人经验的法门，你都信不了了。很多人信佛，信佛是感情上信佛，理性上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你怎么信得下去？就这样被一问，咚倒了。出家人、在家人都会，所以你就看到，当然有时候祖师啊，你们如果打佛七，我也会讲到，祖师知道众生哦信心薄弱，信心薄弱了，他也会说，打佛七的时候应该以见佛为期呀、啊。就目的就是这样，怕你没见过就不相信，你懂吗？那你一生给你见一次，你就会相信。不过这是佛啦，要不我讲佛法你也看到我啊，你看了半天你也不一定信啊，只要佛你才会信。所以你必须自己念佛，念到了真心诚意的信入，你看到了，那当然是最好。不过这叫做正量，哦不，这叫限量，限量让你看到叫限量。正量是你正入，还有一个叫比量，就是我刚刚讲的可以推论而知的，我们至少要用比量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受量品啊，就是一种比量，也可以叫做圣言量，有第四量叫圣言量啊，也可以叫做比量。圣言所说你可以去推论，你可以去推演，比如说世尊不妄语不异语，不妄语啊，所以世尊在法华经上怎么会骗我嘞？啊，所以法华上面所说的受量，世尊的受量这么的长远，那么我得基于圣言量，啊，那我们来做推论，说我相信，懂意思吗？那就变圣言量中的比量，比就是什么？比拟，也就是推论的意思，比喻推论，这样用已知的经验来推论未知的经验，我们已知。世尊不会讲妄语，世间的好人都不讲妄语，何况大圣世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他不讲妄语，我们应该可以相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相信他的圣言量。那相信了圣言量了，倒过来说，他今天讲的这些话，以我们知道他是世尊不讲妄语，以这个理论来推，所以《法华经》又是成佛的唯一经典。那请问，我要不要怀疑《法华经》？要不要？那如果不怀疑，那我要不要相信世尊在受量品当中所说的？是。那你如果相信是的话，那你就会知道，那连大阿罗汉都难以相信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
是的，那如果是这样，那你就知道，那你的经验更是难以相信。如果按照一般经验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怎样？要真心的超越我们的人本经验，也就是经上所说的，佛一教经上不是也讲，悟性如意，如意不可信，有没有？什么叫如意？就是你的意思嘛，你的意思怎么来的？无非从经验建构来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你别骗我，我已经给你骗很多次了。这是夫妻吵架常用的话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这经验很丰富，因为常常被骗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你说你不喝酒了，你每次都这样。有没有记得像师父像跟听你讲的一样，跟你讲的一样？你每次都说这样，那就是因为你的经验，你相信你的经验嘛？我们悟性如意是指的，比你的经验是你生活的依准，没有错，但是不是必然的真理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我常常讲说，地球的时间跟月球的时间是一样的，对，这是在大数据，这是在大范围的巨观情况是这样。当月球跑得快，再快，再快，再快，快快快，快到什么呀？快到它切线速度接近光速的90%的时候，地球上的寿命跟月球上的寿命就不一样了。地球上的双胞胎弟弟留在地球，双胞胎哥哥如果上了月球去过日子，然后他绕着地球跑，相对位置来说，地球没动，月球有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双胞胎的哥哥比双胞胎弟弟在地球时间上来说是早了15分钟。我啦，我在讲我啦啊，早了15分钟出生，所以我比我弟弟。我老了15分，理论上讲是这样。如果从出胎算1岁的话，我老了15分，对吧？但是我如果有幸啊，跑到月球去生活，不久啦，只要生活大概3个月，我再从月球回来，我会看到我的弟弟已经挂在墙上，他的儿子也挂在墙上，可能他的孙子跟我差不多年龄。每个人都觉得他过了那么久，我觉得我过3个月，我那个孙子觉得他的阿公已经死了3年，或者10年这样。哦，可能儿子还没有挂掉，但孙子可能可以跟我对话了，这算得出来的，这有方程式可以算得出来的。人类已经渐渐知道这个事情，但经验中没有啊。谁去月球生活过？再来，你去月球生活也没有用，因为月球跑太慢了，时间差感受不出来，算不出来，计算在0.00000000多少个零以下等于没有，这样懂吗？等于你的时间误差都超过了，所以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不要相信，全然的以你的经验来看佛法。所以我就常常讲，我说不要过度的强调人间佛教，师父佛法佛教不在人间，佛法在人间，但不受限于人间佛法。佛法度六道的，佛法当然很在意人，世尊也以人的方式示现成佛，未来诸佛也不会以其他道来示现成佛，一定以人道，那是有原因的。但你不要以为佛教只有人道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佛教是度六道的啊，对不对？度无极，什么叫布拉米达婆罗蜜多？就是道彼岸，就是四究竟，就是度无极。无极是什么意思？度化的内容没有极限，度化的对象没有极限，度化对象都没有极限，度化的时间没有极限，跟我有缘的众生还在受苦，我就度，我就不会视而不见。这样听得懂吗？这叫度无极。现在都没有投影了啊！现在我现在讲课，我习惯用写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讲笑话，你们眼睛都很大，开始讲佛法内容了，声音高。那个音频开始往下降的时候，这里的二氧化碳浓度又很高的时候，
哦，偏偏外面又下雨的时候，而你们又穿得很暖和的时候，我知道会什么事情发生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写一下子，让你说，这样子醒一下啊。边啊，那边困去，大腿给黏起来。那么，诸位，这些经验看起来真的跟你差了十万八千里，但你不要以为这些经验是虚伪，所以创造出来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人间佛教对世俗没学佛的人点一下可以，你不能过度强调。为什么？因为过度强调好像佛教只能在人间谈了。我告诉诸位，佛教为什么佛陀会出现在人间？因为你想想看嘛，变成你可以想想看，我们去拜一个四只脚的毛小孩叫佛陀，你敢没垮哩？这第一，从外表来讲是这样。第二，所谓的畜生就是愚痴为重，所谓的恶鬼啊，恶鬼道了啊，就是这个贪心为重。所谓的地狱就是嗔心为重，但不一定啦，这偏颇来说。所以因为他杀人嘛，放火嘛，下地狱是这样来的，好，是这个意思。当然也有小地狱是贪心来的，淫欲炽盛，婚外情犯无戒，这种他会在同住地狱，抱了同住，热，火住，热，就像男女拥抱。拥抱热，那这样子一样啊。那么呢，讲恶话呢，割舌地狱啊，怎么样？拔舌地狱，这就不提了。但是倾向这样，那你想那个这三恶道受报为重，无法自我思维，听懂吗？养狗的人都知道，要训练狗，简单就是诱导，给奖励，给它吃吃吃。吃什么都能诱导，狗、猫比较难了、啊，猪还算 OK， 狗最好训练，因为狗怎么样，最没原则，你懂啊？猫太骄傲，猪刚刚好，不卑不亢，这谁讲的？丘吉尔讲的，英国首相丘吉尔他会遛猪，人家都遛狗，他遛猪。人家问他在公园里头，人家问他那丘吉尔先生，你怎么遛猪？他遛那个麝香猪，麝香猪小小的嘛，啊，你有遛猪？他就这样讲，他说猫太骄傲了，不理人，也不理。其实不是，是因为你在小猫的时候没把它教好，他把你当仆人，你懂吗？所以你家的猫要叫不动，你得宰啊，他当做猫王，你是他仆人。所以你给他东西吃，你叫他来吃，他才不来。你得放在前面，为什么？仆人当然要送饭来给我啊。他的思维是这样的，懂吗？懂不懂？回去跟你的猫沟通一下，是吧？跟他重新瞧一下子，哈、哦，是这样。不过很难的啦，因为他已经固执在那，因为他就以吃来表现。狗也是，但狗呢，因为它是集群性生物，所以他懂得跟人家合作，好凶，你听好不好？所以他知道说，哪一天他被揍了，他会自己反省。他说：“哦，这样看起来我不是老大哦，他才是老大，是这样。我肚子饿的，哇，好惨啊，我拿不到东西吃哎。最后，哎，这个人拿给我吃啊，他是老大。人类不也这样吗？我们常常说，有奶的便是，对呀、啊，这没骂人呢、啊。有奶的便是娘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用食物。”但是人类有感情，有自我思考，他能超饮食完了之后，他能够有新的想法，但狗没办法，吃还在想吃，时间到就是交配，春天到交配，交配完就是吃，猪猫羊畜生都这样。那地狱道呢？不，恶鬼道呢？恶鬼道苦啊苦啊，受苦，早吃，肚子饿，500年求得。一口痰，乱吐痰，乱吐痰，有没有？有人乱吐痰，吐一口痰，几十个鬼来抢。
五百年抢一口痰。那地狱众生呢？除了投胎，没有爹，没有娘，不能行福报，不能修六度，也不能够思考，只能受苦。从出生化身就受苦，到死亡前一刹那还受苦，死了之后再醒过来再受苦。你想他怎么修？佛陀就算在那，佛陀会不会示现在那？会，只能度人，不能示现成佛。你想想看，有一个特别鬼，有个特别的地狱众生，他长得瘦巴巴的，但是阎罗王看到他都要下拜，有这种的吗？没有。如果这样，他就不用到地狱去了，所以他不能到地狱示现成佛。你看哪一只狗能打坐的？看他脚能咬的，你咬给我看。你家的毛小孩，你回去咬看看。那么咬个等以外再梳理，听懂意思吗？连猴子是最勉强像人的，都不一定能打坐。你看他怎么修禅定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佛当然不出现在三恶道，那么出现在阿修罗道呢？阿修罗道就是整天生气。你想想看，你有没有看过南摩生气佛？拜万佛有没有一尊南摩生气佛的？没有啊！佛怎么会一天到晚生气呢？他一天到晚生气，静不下来，你叫他怎么修？就算他修成佛了，也没人让他度。为什么？因为修罗道整天就在生气。这样听懂吗？还有再来，修罗女人每个都美到不行，结果呢，阿修罗男人没人离得开女人，要他出家出不了，结果就没有什么，没有三宝，因为阿修罗女人太漂亮了，我们人间的第一美女，我没有说林什么的，我没有这样说，你不要对号入座。如果是这一类的第一号称美女的，去跟她比呢，就像美女跟母猴这样子的差异。经常是这么讲的，经常是这么讲的。所以说他在阿修罗道成佛有没有用？没用。只有在人间道，女人嘛还好啦，好、哦、不会太糟糕，也不会太那个。男人嘛也可以啦，快乐一半，痛苦一半。大部分快乐完了就去痛苦，记忆当中都是痛苦的，没快乐的。哎，我问你哦，当你我跟你讲到一件过去好痛苦的事，你会不会流泪？会不会啦？会啊，基本上会嘛。但我跟你讲过去好快乐的事，你会不会好满足？不会，你反而会对应现在更痛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记忆，无论是记忆快乐的还是记忆痛苦的，本质上都是痛苦。所以人类基本上是苦多乐少，但是恰恰好刀刃上的小蜜，一点点蜜，几滴而已，你就舔的什么好高兴哦，就偏偏就是有这个几颗蜜，好过地狱恶鬼畜生，也好过修罗。那天人呢？天人也没有比较好，太快乐了，快乐的不得了，没办法修行，连看到佛看到阿罗汉都只能嗨，你好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我都不想亲近，太快了，修不了行。就算世尊能在那里示现成佛，也没人让他度。为什么？大伙儿都去玩了，完全都是富二代，富贵选道难，懂意思吗？很难修，所以他只能在人间。所以不要说人间佛教推的跟什么一样，好像我突然间发现个新大陆，佛法应该在人间，只有人间佛教没有，你受限了，这样子就不能发大菩提心。六道都是你人道的佛弟子该发心的。是啊，人间向先解决，没错。所以我现在努力在弄宗教基本法啊，顺便插播一下，大家要多帮忙啊！哪一天呢上了媒体了，你又看我上凯德兰大道了，啊，你就要赶快来报名，啊，不要躲开，更不要说闲话，
哎呀，出家人呢、啊、不修行哦、啊，跟人家游行，虽然只是差一个字，游行跟修行，不是差一个字吗？对不对？你不要这样想，那也是为众生嘛，那就是人间教了。我也没有忘记我在人间呢、啊，我也没有整天躲在深山里啊，不然我。